Hello， 各位兄弟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侏罗纪世界进化》，我是老头 Alderman。哇，我们终于回来我们的那个《侏罗纪世界》啦！哦，我差点讲的《方舟生存进化》，抱歉。好，没想到各位对这款游戏这么的反应这么的大，老头也是有点吓到了。那么呢，因为呢，啊，你也知道，老头说过，如果大家反应热烈的话，啊，老头就继续玩这款游戏。那老头稍微就是研究了一点点哦，就开始录影了。那也发生了一些很有趣的现象，就是老头呢上一集啊很白痴的把这些建筑设施盖在围栏里面了、哦，没办法，因为老头其实很少在玩这种模拟经营的游戏啊，所以说对这些概念可能还需要一点加强啊。那上一集造成的笑话呢，这个有一些强迫症的人可能看了会不舒服啊。这边啊，先必须跟你们说声抱歉哦，啊，老头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要道歉啊，反正就是玩游戏嘛，玩游戏有时候就是真的做一些蠢事啊。我强烈建议你签下这份合同啊，开发孵化食肉恐龙哦，当然啦、啊，啊，我们这次呢，应该不是说这一次，我们第一次玩啊，我们来尝试。基本上都玩保全那个方面的任务，好不好？我们看一下会不会玩出新的火花之类的。所以说他现在需要我们去孵育肉食恐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好，但是要孵育肉食恐龙之前呢，我之前把我这边的那个房子拆掉了，我们要把房子盖到这边来。我来看一下哦，先暂时能有个地方盖啦，不然的话挺麻烦的。我们会少很多东西可以用啊，像是我们的探勘中心要挖掘嘛，啊，探勘中心的部分，哎，我记得可以有一个慢慢的旋转，是哪一个啊？哇，只能这样子啊，好吧，嗯，这样子好了，探勘中心我们把它改到这边来，好不好？可是感觉没有切起呢，为什么我盖的这东西感觉没有切起啊？而且它不能旋转，就是它的那个转的那个弧度啊，没办法转很大。它 X 跟 Z 两种，向左转向右转。好吧，那我把它盖在，感觉盖这里也不对，盖这里会不会很别扭啊？盖这里好了。好不好？盖这里。OK， 我们探勘中心哦，又盖出来了。然后我们好像还有发电厂嘛，对不对？现在好像不需要发电厂了，因为我们玩到后面，我们才发现原来发电厂其实只要看一下我们这个电的那个范围有在就好了啦。所以说其实这就不用盖了，我们直接盖发电厂，白痴盖在这个地方。好，让自己超容易没有钱的，一直不断的掉钱。好，然后我们现在有游客进来吗？哎、欸，那是游客哦。那现在有游客进来的话，好，我们先给他弄一个礼品店，拜托、哦，有游客一出门就让你们花钱，哈哈哈哈，对不对？游客一进来，哇，有礼品了，先买再说。可是这里没有店。好，我们没有电的情况之下，要慢慢的迁移啊。电塔，看一下怎么迁。这个是用这个。好，电力放这里就好了。哇，这盖的有点不是很平均，可恶，盖这里。哎，这样就有电了。哇，盖的好丑哦！变电箱应该在旁边才对，好不好？然后礼品店之外呢，我们还必须要有素食餐厅。哎呀呀，是呀，一进来就消费，是吧？你对解决问题很有一套，有，这是很宝贵的技能，尤其在这里非常宝贵。一颗星，哎、欸，两颗星半，啊，为什么又掉了？哎，是因为没有食物的关系吗？
哦，我们还可以调整哇，便当盒。我们的员工居然只有一个，管理员工两个好了，怕应付不来。然后管理检视啊，这个算是。我不知道你是怎么办到的啊！我办到，超强，确实办到了，表现很出色。购物，这算是购物的部分。然后我们售价呢，来15块钱。卖什么？便当盒，一包口服，好哦，很赞哦。啊，嘿，我是艾萨克，近况如何？啊，我需要你来参与一些很酷的事情。可恶，龙王龙，来加入我的优秀团队，获得龙王龙 DNA， 为了100万，好吧，我们接了，为了钱，好吧，虽然我们是主攻我们的保全，但是呢，为了钱，接了。有总比没有好啦，无遐嘛好嘛，对不对？好，我这个人最爱办表演。恐龙风味餐，我们的表演就是地球上最特别的。10块钱。主题公园必须吸引人潮，而最吸引人的莫过于新恐龙吧？啊，当然还有我。食物。好了，才怪！我要说的是，我们弄些新的恐龙来吧。我们这样子营运成本在倒扣呢，这是好事吗？我不知道哪个比较糟，把这些生物当作工具赚钱，或是当作奇珍异兽展示。我爽啊！吓我一跳，我的手机响了。好，我们来看一下可以生什么。基因研究，我们现在可以点这个了吗？我们研究点数在那边看啊。研究点数哪里可以看啊？哦，这边是不是？哎，不是啊。算了，强力修复。好，先学一下，然后我们先去探勘那边挖一下化石洗下蜜，看有没有我们要的。托蒙龙不需，暂时不需要。哦，有些没有解锁啊，角鼻龙我们还需要一点哦。好哦，发现了新化石，我们的挖掘队伍只有一个，所以说不太够。好的，再来就是，我们现在要开始划分食肉龙区域了，好不好？我们要划分一下食肉龙区域的，不然的话真的没办法。我们食肉龙就用这个地方，好不好？啊，这边弄一个小小食肉龙好了，暂时啦，暂时一个食肉龙的一个栅栏放在这里。好，我们到时候再想办法，就是说看可不可以这边就是分切割吧。啊，就来一个切割。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啦。哎，不对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实验室也要再盖一栋，每一栋都是不同的呢，不然他们都会从这里出来。阿雷姆汤哦，有点小尴尬了。没关系，我们划分好了，不是地会不会太大啊？啊，我们只好把先这个树先弄掉，暂时把树铲平。哇，这边感觉要用很久哎，一下来就看得到食肉龙，哎呦，感觉不错哦，就这么决定了。超出怎么？超出可建造的区域？为什么？哇！啊，他们吃着他们的人类食物，啊，看着这个食肉区域，啊，看着食肉龙。啊，这是别有一番风味啊，是不是？好的，那我们接下来食肉龙喂食处。好，这样应该就不会让我跑出去了。哦，这么的长，没问题吗？哦，他们从后面还可以看到，有没有？大概是这个样子。会不会太靠近啊？挡住了，挡住了。我要怎么把敌力？哦，敌力模式，有。然后这个是门嘛？好，渐渐有点样子呢，各位。
有没有？有没有感觉有点模样在了啊？好，然后门盖这里被挡住了，为什么被挡住了？哪里？再一次，我可以近一点，近一点才不会看错啊！随便啦，这样切起来了。拉拉拉拉这里，哎哎，没关系，这边拆掉。我立刻把树长出来了，安呢？好哦，为什么会立刻把树长出来？把树给铲平，碍眼。好，我们现在盖十六龙专区哈，道路从这边好了。挡住了，大概就这样子吧。一个来回，一个来回给你们了，好不好？哇，下雨了。然后我们再盖一个探勘地形，欸，不是探勘地形，那个叫什么来着？哎，不能盖了。哈蒙德实验室，每一座岛只能一个探勘中心。哎，欸，啊，我们不能盖哈蒙德实验室了。我居然没有想到这个实验室好像只能盖一栋，欸，哎。啊，如果我要这些恐龙从这边出来的话，怎么办？升级栏位，我们还可以用这个增加孵化率。我们可以孵化我们的角鼻龙了。哎，发生什么事了？这是什么？哇，电力不足。需要电力啊，哦！感染疾病 ，What the hell？ 这样怎么电力？我？我的天哪！你负责照顾的恐龙生病了，恐龙生病了，否则后果还是得由你负责。好吧，再来盖一个电厂了，可恶。啊，这是怎么会生？这是怎么会生病？感冒，感冒，我要怎么治疗它？可怜的恐龙，新增工作，不对啊，他没有教我要怎么去治疗这种受伤的恐龙啊！哦，出现了，确实帮助到娱乐部门，所以请考虑一下。我们要怎么做？我们先把它麻醉之后再做治疗吗？是不是这个样子？我们先麻醉它好了啊。没问题。然后再搬运啊，到时候再搬运。麻醉后治疗，好，这块盖好了，未连接道路，有了吧？这样电力提供出来了。地图探勘，继续我们的角鼻龙。好吧，我们不管了，我们就直接在这里研发好了。他，我好像没有办法再盖一个哈德蒙实验室，很奇怪。我以为可以再多盖，你知道吗？那这样子等于是说，实验室出来之后有没有
哎，巡逻站。好，先拿来这里。一个巡逻站也是很需要的。好，反正等一下再盖就好了，不管了。按 R 巡逻，这边也盖一个。他被麻醉了吗？啊，他晕在那里了，他健康正在掉。啊，请忍耐一下，请忍耐一下。我们现在来孵化我们的角鼻龙，你们想看的东西。哈哈，55万，我没有钱。原来食肉龙这么贵，要等一下了，我们可能要把这些任务解完。啊，食肉龙这个没办法，感冒的恐龙这样解上多少钱？哇，我们花太多啦，花光光欸，怎么办？我们要去承接一下了吗？那个试营运，不是试营运，我们要去承接。啊，我们要捡到这个。我们不要抽血，我们把它卖掉好不好？我们现在没钱，先卖掉好了。反正之后还是会有的，缺钱中。还可以再接吗？角鼻龙这个100万，三角龙。有三角龙任务哦，取得50%基因组织，哇，这个拿到了都100万，三角龙欸，好，我们为了这100万，我们干了，我们拼了，好不好？对，不过我们现在这已经盖好了，我们先为了生病的艾德蒙，新增工作，确认工作，投药，我们已经两例病例了。他们开车过去啊？我怎么没看他开车？你没有让头要去？有车哦，在那里，这么远哦。新增队伍要50000块，太过分了。好吧，我们最好是快一点。补给喂食处，然后这边。添加工作 ，OK， 投药投药，我们要怎么过去近距近距离看呢、啊？健康状况不佳，谁？哪里健康状况不佳？完了，完全看不懂。哦，是他快要挂了，所以健康状况不佳啦，了解。遭麻醉啊，人家被投药，应该就马上就可以治疗完毕了啦。你看他们走了，他们开车走了嘛。好了，有投药应该就没事了。有了有了有了，无感染了，太棒了！解完这个任务了，然后我们现在赶快去研发三角龙。做得好，这个吧。不是这个，我不是把它卖掉了吗？怎么又有了？三角龙，三角龙，三角龙，有没有单只三角龙？有75000。我们三角龙现在是多少啊？我们三角龙现在也可以孵啦，已经是50%以上了。为什么我没有办法解到那个任务呢？为什么？保全措施任务结束完成，这个是还没完成的嘛？对不对？这角鼻龙100万，啊，这个取得50%基因组织，我们已经有50%基因组织了，不是吗？怎么会？怎么会呢？我们有快55万了，
我们快要可以那个了，太棒了。算了，不管了，不知道为什么变这个样子。我还是有些地方不懂啊。你看，这已经50%以上了。还是说要改变他的基因组织到50%以上，是这个意思吗？哇，我们还可以这样更改，这是 skin 吧？哦，还可以这样子用虫去更改它，增加攻击力。哦，我没有别的了，我只有那只青蛙而已。不管了，我要先孵化这只角鼻龙。好，然后我们这边的话呢，恐龙是需要水的嘛，我们必须弄点水来。水的话大概就大概这样子吧。有，然后一点草，好，一点草。然后再来几棵树，有吗？这样子就是一个食肉龙专区了，是不是？对不对？我们到时候呢，角鼻龙出来之后，我们把它给射晕，把它带到这边来好了。啊，免得它到时候面乱来。卖掉，拿去，全部通通拿去抽取啊！抽取好，抽取满啊 ！OK， 我们快要完成了。啊，我们怎么可以用别的方式？管理员检视来观察一下我们恐龙。娱乐评价94，哇，随便做娱乐评价94，哎，好屌啊！紧急避难所、商店、饮料设施、变电所范围，怎么这里没有看恐龙的范围？因为看不到其他恐龙了。这边一只健康，嗯，我们的恐龙都非常的 OK， 没有任何的病痛之类的，哦，那只艾德蒙居然在这里面放养喽！就我看来，这样就算大功告成了。等下我看没办法。这里如果没有出色的保安系统，其他事情都不可能完成。不能再扩建吗？这就是我们的要求。而你在马坦塞罗岛立下了典范，我放出来啦，是你应得的。哇！完了，他把我们的肉给，他把我们恐龙给吃掉了。别！哦，母汤，完蛋了，完蛋了，脚鼻涌。让群岛上的游客保持心情愉快，是我们努力的目标。因此，我们得确实满足他们的需求。先把他射晕了。某方面来说，跟照顾恐龙有点像。需要服饰店。要求更多，体量更少，对吧？哇，他要去吃我们家那一只了。No！ 打起来！哦！一放出来就被咬死。哇，挂了。往生。抓起来。我们迎来了命中注定的结局。来不及呀。都会死亡。但你必须扪心自问的是，这件事是否能避免？根本来不及啊！当然是否定。他的死亡怎么办？生命终究难逃一死，但问题在于，你当时是否能延长他的寿命？我想延长啊！这就是另一回事了。啊！现在他们要服饰店是不是？我现在没办法盖服饰店啊！服饰店还需要研究啊！你在那边唧唧歪歪个屁啊你！有没有？我们把他射晕了没？有了，晕倒了。OK， 运输一下，把他运到这边来。正在前往回收恐龙。前往财务，哇，对我们非常满意，这么好哦。这么好哦！哎，我记得可以投放食物啊，栅栏对不对？我记得是栅栏，在哪里啊？
哦，可以放一只羊哎。正在运输恐龙。自由活动哇，放一只羊200,000，只能一只而已嘛。我还可以放个观看区，我现在才知道。到时候把观看区放在这里好了，哎，不要，放在这边好了，行不行？哎呀，太窄了，完蛋了！我没有想到这个观看区的问题，看来只能放这边了。给你们看食肉龙，好不好？安内啦，安内也赛不？啊，死掉了！死亡的恐龙可以运输移走，以防疾病滋生。好哦，来啦，这里观看区啦。好看的观看区，给你看个爽啊！食肉龙在这里。我们这儿有一件你可能感兴趣的工作啊，财务每分钟25,000收益，我们超过不是吗？啊，居然没有，没超过。好，我们现在把这只可怜的家伙给移走吧，把它回收掉。啊。然后我们为了要让他填饱肚子，我们现在多少钱？300,000。我们现在没有那么多钱了，我们放一般。哇，这个250,000哦，200,000哦，哇塞！放一只羊好了，羊妹妹。我看一下，这是3不50会产羊出来吗？好哦，感觉挺有趣的。下次又有合同上门时，我就知道该先。每分钟会配给食物，并丢弃所有残余的食物。和我们人类一样，不同的恐龙有不同的饮食需求。大型恐龙食物量比较大。放的是正确的食物类型。我个人喜欢吃红肉。哦，存量啊，杨哥呢？哇，你看看。你的声望高到爆表，声望高到爆表，我们要颁发这个奖励给你，真的假的？表扬你在马坦塞罗岛的努力，真的吗？哎啊，这个红色骷髅头是什么？有两个东西我看不是很懂啊。哦，这样你们就可以去观光区看了，这样子。哇，吃掉它了！哇，好吃好吃 ！Oh my god！哇！角鼻龙，我不能旋转啦，好讨厌啦！健康口渴，他口渴让他去喝水啊！自由视角，好，自由视角按中键滑鼠中键可以啊。喝水咯。嗯，阿总不喝水。我难道设计的这个水你没办法喝吗？哦，还要这样子我才可以哦。这是 bug 吧。喝水龙。龙龙喝水咯。哇。近距离看恐龙就是爽，好爽啊！喂食处，嗯，下次他喂食我再给他 take 一下，好不好？来，我们食肉龙有了，我们再孵化一下我们之前死掉那一只吧，哈哈哈哈，只好再补了。哇，那这样子我们这边没有地方可以让他们去观赏，哎。完全没有预料到这件事啊！好吧，算了，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差不多先玩到这里结束。我不知道各位喜不喜欢哦。总而言之呢，进展的还蛮顺利的。那还有很多地方老头有点不太懂啊，也希望各位多多包容、包涵一下。那么希望大家会喜欢啊！如果喜欢影片呢，记得左下角个订阅，右下角个喜欢，下方留言。我是老头，我们下一集《侏罗纪公园》啊，《侏罗纪世界进化》再见面啦，拜拜。